向太陈岚力荐张柏芝出演 3D 封神榜中的哪吒一角，近日却突爆耍大牌风波。向太怒斥张柏芝不懂珍惜，向华强更扬言永不录用，圈内人也纷纷选边站队，让这场大牌风波愈演愈烈。18日，张柏芝和经纪公司发出两份声明，回应未能续拍 3D 封神榜一事。张柏芝声明主打亲情感恩牌，他表示向先生决定的所有事情我非常尊重，向太一直说把我当女儿看，所以希望他们都不要那么生气了，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好，我也很感谢他们家，他们对我的好我一定记得，一辈子都忘不了的，无论什么时候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。谈到未能继续出演哪吒一角，张柏芝称可能是双方理解上的误会，希望剧组继续加油，同时也拜托大家不要有其他的猜测，谢谢大家。同时张柏芝经纪公司也对给向先生、向太太以及大众的困扰表示歉意，并声称会尊重向先生和向太所做的一切决定。显然张柏芝不再参与 3D 封神榜的拍摄已成定局。夜宿的新闻中心，沙报道。